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潘伟，我是巴基斯坦人，我是东加大学的留学生，我的专业是环境工程。现在我跟家人一起住在上海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一起生活在上海。一段时间，有很多人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，我的亲友们都说。 还是快点回来巴基斯坦，但是我决定我不回巴基斯坦。我想和中国人一起有病毒战斗。现在中国各地的情况都很好，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很安全。我更感谢中国政府的管理和措施，我感谢我们的大学。 东加大学，现在上海的人们开始恢复日常工作了，我和我的家人身体也很健康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